那我的行李呢，都已经收拾得差不多。我本来都会觉得会不会有点打扰到他们，就在我们对话里面呢，就是一直在努力的给我一种感受，是我很欢迎你。我都有买一些东西给他们，所以他们就说，哦，可以啊，我帮你包少一点。这边去机场的话呢，就是要买那个公车票，就可以跟着你飞机的那个号码去买你那一趟公车，在什么时候来到你那个站，所以我都不知道可不可以用到。OK，可以耶。上一次我就是弄不到，吃多一点糖或者甜的东西可以给你好运，所以我觉得出远门真的很需要这一种 energy。我 birthday 那一天呢是带这个。这个呢，就是我去日本的时候经常戴的那一个。这个就是我现在戴的那一个。眼睛没有神，就是戴了这个的时候，是我就很怕过安检的时候他不给我过，所以我尽量就是保住他们，其他都可以扔，但是这些就肯定不可以。好用的点呢，就是涂完我的粉底的时候呢，我的嘴唇呢就会很干，下面就会有很多纹。涂了这个之后呢，就不会有那些纹，直接没有。它就是有点粉粉加了豆沙的红色。我真的不会把一些不好用的东西留在我的身边，我可以推荐给你们，都是很好用。我很多朋友都知道，我推荐的都是好的东西。在那个伦敦那边呢，我是要自己去找我的朋友，因为他要上学嘛，给学校拿的一个 tote bag，那我就会这样把它这样放在，就是这样去背它，外面再穿一个外套，那别人就是看不到我里面是有一个包包。特别是从这边去看，你会觉得这个是我的黑色衣服。This is the Northern Line. 叫我先去一个就是室内的地方待一下，因为他说这边，他住的这边呢，都是有一点危险。到了。后面有一只狗狗一起坐那个地铁，有吗？看到吗？我看到我的朋友了，这里就是他家，很开心啊！真的很难收尾那一种开心，是因为我终于来到一个很安全的地方，我不用自己一个人，也没有就是太多顾虑。他现在去洗手间，他应该快乐。怎么了？太 flaw 了。嗨。我为什么会跟这个朋友，还有明天的那位朋友呢，相处的时候是说广东话，是因为我们在香港读书的时候认识。我在香港读书嘛，一群家人是听不懂广东话，也没有跟我一起住。他想要记录我的生活，是给我自己去看，同时爱我的人，就是我的家人去看。他们只会知道我在吃这个饼干，但是他们不会知道这个饼干有多难吃。我们都有在说，整个早餐都是很完美，只有那个 staff 是。Really？你就多讲了，考虑。觉得很。
我前一阵子呢，就是看到我一个我超爱的一个 YouTuber 苏圈，我身边的朋友都知道我很喜欢他。他去了一些很大的 event 之后呢，他反而就是会跟他的老公去麦当劳吃庆功宴。我现在在 social media 看到他的原声是我很想拥有的。他在面对他整容或是其他一些原生很大的事情里面呢，他都会选择把好的一面告诉大家，但是当大家都觉得哦你的生活很好的时候呢，他就会告诉大家其实我都是有这些困难在里面，不是大家想到这么美好。在这边，那个电话卡的时候呢是有优惠的，很便宜就可以买到一杯咖啡。那他们就在去买那个咖啡的路途上面。哦、oh, ，so fast 。吸血之类的。咩吸血啊？羊咯，吸。YLS。YSL 好似每个字都可以拣唔同嘅方案。唔系啊，唔系啊，你得一个就系整个 Y 做 L 咧，嗰边啊。三磅。我觉得好似嗰个牛油果得意啲。牛油果啩？牛油果唔系我讲紧牛角包。有个云仔，对了，我们今天走了快8个小时。6个小时。咁蘑菇啊，自己。我老中意整呢啲喎。整咗亲自当地食。你话你要整俾我食噶？芬兰鱼、olives、feta cheese、onion、菜。那时候呢就是把他的耳朵切下来嘛，他的耳朵在康复的时候就是有绷带就是包住他的耳朵。上一次我去 Amsterdam 的时候，我有看到一个画，就他和保罗本来是想要住在一个屋子里面就可以有多一点合作，但最后就是吵架，然后太生气的时候呢就直接把他的耳朵切下来。对我来说就好像一个延续，就好像在 Amsterdam 看完然后再来这边英国伦敦再看。他在画这个作品的时候呢是冬天，他都是戴着帽子外套，那时候他的状况这么 worse， 但是他还是愿意继续去画画。在我觉得那个年代是很难，这边很多画呢都是不知道是哪一个人画的，只可以通过他们的风格来知道他应该是在哪里学画画。照单这个他的风格就是很荷兰，所以就会猜在他是在荷兰那边是训练过基本的能力。这些呢都是1700年到80年的时候呢，有一个家庭做的，但是他们就是难民来的，他们要逃去法国那边，那他就把这些都留在欧洲，所以现在才会放在这边。
是看到前面有一个男生，他应该是有一些情绪问题，我可以就是看到，我可以感觉到吧。本来是很兴奋，然后一直在跟他的那个女生在说话，说得很大声。我下车的时候，他就听着音乐，然后不停在哭。他的外表是很艺术家的，就是很长的头发，然后穿的那些衣服都是很传统的艺术家的，大声哭得很大声，不停的、不停在哭。旁边那个女生都已经没有什么反应，就会觉得哦，让他哭吧，那个表情就是这样。让我感觉到梵高情绪很差的时候，应该就是这个样子，就好像有一个 connection 对我来说，在曲子的就是很艺术的一个 event 的时候，可以看到这个这么有情绪的一个人，他肯定是有他很热爱的东西。在外国把我的情绪散发出来是应该的，就好像人要上厕所一样，这个就是我该有的权利。我的妹妹她很喜欢跳舞，就是想要去我的学校，没有给她 second in， 就是那个大学，那我就来这边 Royal Opera House 买了一个 tote bag 给她。我觉得如果我是跳舞的话，我穿上 Opera House Royal Opera House 的衣服的时候，我会觉得我在穿一个名牌。你去入味啲，即系嗰啲汁，咁样转咯。好似好正啊！我期待住熱辣辣，我哋翻嚟食啊！好香啊！好食啊！好食！反正好過 rice 多啦。好感動啊！我真係鼻涕出埋嚟啊！點解真係哇？系我2024年食嘅最好味嘅饭，有冇咁夸张啊？真系最好食，即系因为加埋而家呢个环境呢、這个回忆，咁完全加晒分咯。好好食啊！哎呀，唔怪之得啦，我唔记得咗摆啲嘢啊，唔记得咗个味唔同咗啦，唔记得咗摆醋啊。佢有 tiramisu， 呢个系 cinnamon roll 嚟。嗯，不会想起它在 Bunsen Home 里买的，就好像在普通一间地方买的，就好像 Bake House 那边，但它是知道它是 Bake House 里买的。它这个不是酱来的，就是它是开心果成粒，它这个是跟肉桂几衬的开心果。里面是怎样的？哦，但如果它酱呢，那它就会令到肉桂卷更加淋浸，更加不好味，它脆得很好味，很香，好像有些焦糖味。佢個盒好臭咯，依家咁樣跟住再點呢張咧？咁同埋個圈唔流啊！嗯，少少少少，你都忍唔住食啊！又話好飽。Tiramisu 配呢個咧，有啲真係有啲似嗰啲 Tiramisu 配餅乾咯。Tiramisu 係咪一層餅乾噶？我喺呢次我喺大陸食嘅一個蜜糖包咯，我係聞到 Tiramisu 嘅味啊！好靚啊，真係得啊，我嚟㗎，我買一個俾我個朋友，一個俾你，你之後都係你㗎，開錯咗咯。是一个超级小的店啦 ，Denmark， 系啊，你唔好睇住先，因为会见到。食唔食？花纹，食朱古力先，食唔食朱古力？啊，我其实绿色系你嘅。我系要。等先，开。喂，我要同你讲下先，呢盒我觉得你有机会中意，因为真系我冇啊，但系我会想拥有咯，所以我就买俾你啦。系咪公仔嚟啊？系公仔嚟啊。哦。你帮你话先，你话有嗰、那个。有地址喺度噶，我咪要 keep 埋个袋啊！我谂住放个卡片入去，话俾你知道，我真系嗰度买翻嚟俾你。哦，谢谢。哦，系一个好疗愈嘅公仔，我觉得。唔系啊，因为你望，系我可以再买嘅。同埋呢个系好，
即係好健康定唔知好有營養嘅公仔咯。係啊，即係我就覺得我覺得好可愛咯。唔係啊，本身有呢只嘅，但係我覺得你應該會中意呢只多啲。係啊，我覺得我中意呢只多。我中意啊，好唔方便啊，因為太細啦呢個城市。細啊！好細，真係好細。我哋唔係喺個 main city。我唔係，我係嗰啲去 main city 要坐三個鐘車咯。佢嗰度嘅感覺俾我係比較安全咯，因為好少人咯，嗰啲小城市，即係佢嘅存在就好似個天使咁，即係好似無時無刻咧，即係有咩事咧，佢都會即係我好似我嘅 backup 咁樣啦。你唔記得咗佢喺度直情？唔係，佢即係靜到成個天使咁，天使唔講嘢噶嘛，佢就係咁靜咯。佢比較靜啫，冇乜問題嘅，即係。依個唔係佢壞話啦，即係咁，但係咧有一個唔好嘅之處就係咩咧？佢講咩嘢咧？前面都要加個應該啦、可能啦、或有機會啊，嗰啲啊，令到我好驚咯！即係例如我即係一個好簡單嘅例子，即係蘋果係咪水果嚟嘅？即係我唔係問佢呢個啦，即係好例子啊！我問佢蘋果係咪水果嚟嘅？佢會答我咩咧？應該係水果咯。佢仲要係仲係咪嗰啲？應該咯，係。嚇、啊！你可唔可以 firm 啲？你我問你搭邊架巴士係唔翻到屋企，同我答話又應該翻到屋企，你搞到我好驚啊！我個肚勁肚，好硬啊！我覺得，但係幾好食嘅，係幾好食嘅。同埋我覺得佢唔流咯，啲朱古力。嗯，係夜晚我開咁樣。哇！哇，好正！跟住再加啲零食，跟住睇電影，真係超正。翻過嚟，我哋咪就係咁樣睇睇片。Oh yes， 李白。兩隻喺呢度，呢度翻嚟，呢啲全部都係香港，香港攞翻嚟。邊只陪你最耐啊？又可能係呢一個，我又覺得。因為好像很久之前的嘛，還有我喜歡跟這些公仔睡，我也是啊，我之前不會的，但是我也有一隻啦，我也是啊，我有一隻是 Miffy 了，現在 Yes， 現在就是一起做一個很大的 pasta， 要一起吃，這裡的氣氛超好，就是他們的關係都已經很好。It's so yummy. Is it good? Yes. Yeah. Oh, like kimchi, too. Oh, hello. Yeah, here, two. Oh, first time I saw it, kimchi. Do you drink beer? Yeah, like some hot beef. I don't.呢個係最唔好嘅。现在呢，我是有我的朋友在陪我，所以呢，我就没有很怕。我就是去买一个 cigarette， 不是我吃。整个在酒吧里面的那个氛围都是很有爱，很顾及每一个人的感受。他们会跟每一个人都是有对话的，在酒吧里面。我觉得在香港读书的时候。去了一些酒吧，都是他们好像每一次都是有一个任务，就是说 OK 我们三点钟才可以走，但是这边呢他不会 OK 我们觉得是时候回家的时候我们才回家，觉得 OK 十点钟可能我们九点多就已经到，十点钟就是有一个要回家的感觉就回家，
但是如果一直都没有呢，就会待到有的时候才离开，跟着自己的心情去设计他们今天的活动，不会要求别人或是自己去做一些他们不想做的事情。他们是没有一个预定好的时间，没有约好一个时间，他们想要来的时候就来，想要走的时候就走，想要去哪里就去哪里。那一刻没有这个感觉就会不去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全部都是朱古力啊！好像佢唔系牛奶朱古力啊，系黑朱古力。佢好味在于咧，佢呢啲好水啊，幸福啊！This is very interesting. They came home and well, okay, this looks like a deal. Well behaved. Behaved. With Dan. Oh, Dan, yeah. Our best to have a